这只活泼好动的领狐猴全身黑白色，所以也称它为黑白领狐猴。它属两种狐猴之一，是狐猴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猴，产于马达加斯加岛东的它们身长60到75厘米，尾羽深，等长，黑色的吻部相对突出，眼珠呈金黄色，头黑，带白色耳朵触毛，后腿比前臂长得多。领狐猴在白天活动，通常单独出外觅食，然后回到群体中睡觉。食物主要包括甜果、树叶、花、种子等。今天，这只黑白领狐猴吃饱后，就懒洋洋躺着休息。领狐猴的生活习性与其他狐猴相近，一夫一妻的家庭式群居，居群之间虽无领土防御行为，但其沙哑的拉锯般的鸣叫就有相互警告之意。叫声似犬吠或哀嚎，在灵长目中排名第二。由于生存环境受到破坏以及人类的捕捉，其野生数目不断下降，已经被认为是最大的濒危种群之一。